坤姐在哪儿？你不去跟她打个招呼？我们现在是两个不同的公司，现在正在谈判中，大家各自立场不一样。哎，我们这样过去不太好。你不去，我去。预祝你谈判成功。什么时候道歉拿通的呀？你怎么在心里没跟我说呢？ 回去跟你匡哥说，你们这样僵持下去没有好处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哎，一大口，一大口，啊！哎，对了，好极了，咱得吃点米，吃一口米啊。哎呦，不喝了啊！白粥不好喝，没味道。我跟你说啊。 我喝粥只喝红豆的，今天我生日，怎么连个生日蛋糕都没有？日本过生日不流行吃生日蜡烛都插不了，我怎么许愿啊？红豆饭也可以许愿，很灵的，试试。<笑>吃一口吧。好。 怎么样？嗯，好吃的，甜的。嗯。